怎么样花？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来一期新版梦奇的一个实战测评。其实昨天的话我去玩到了，但是昨天的时候在单机模式啊，它有非常多的 bug， 它质量满了之后呢，我就看不到它了，比如说没有做。今天正好是上线的，这算是正式上线的体验服，给大家看一下吧啊。等我。好慢啊，这个看。梦梦琪改完之后啊，非常的可爱。你看小梦琪是在天上飞着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啊！你们觉得是以前的可爱还是现在的可爱呢？当然是现在的可爱啦，我个人觉得啊，觉得现在可爱的啊，扣一啊，弹幕扣一。觉得以前可爱的可以扣二，看看哪边喜欢的多一点啊。靠耳朵飞。耳朵飞是谁的？好像以前也看过耳朵。哎，他为什么跟着我一起啊？哎，我抢路哦！他嘞，今天抢完他就走了。我这个能量满了之后，我就变为愤怒的模式啊。往地下丢球，当然满了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回复，生命回复。反正距离还是不是特别远，我看这波可以杀他啊。死，太漂亮，怎么办，兄弟？哎，我有盾儿，死掉！你注意这个，这个是二技能啊，它这边转的时间越长，它丢出去的伤害就越高。哎，如何让它是两秒钟时间会到达最长？但是我们看，其实到不了两秒钟就回来了，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一技能的一个联动了啊，二一技能的一个联动，大家看一下啊，就你二技能丢出去的时候还好时间，一技能出去，哎，但他就多转一下，往你身后他会穿过去，这样的话他伤害会变为最大。害羞害羞害羞，哇，好可爱。来，还大招啊，来吧，这个后期可能会就是无伤杀人。但是我还是不是操控的特别好，这距离好近，其实跟近战也没远多少。我减速了，我质量满的时候会提升攻击力，还有那个法强以及那个护甲魔抗。跟我丢一套技能过去。我差点给他秒了。程咬金还是稍微难杀一点。你可以看出来伤害其实差别还蛮大的，如果说多等一下的话。死，哎呦，跳走了。哎，我们现在续航还挺高的，我们赶紧把这个能量点满，回一波血，质量每点满一次会回一点血。你也没回家呀，
这个一二联动伤害太高了，你看那个血量的程咬金瞬间就没了。那血包吃。哎，血包还没好。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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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惊了！这种技能，这种技能竟然不是霸气，哇，这也太离谱了吧！这种离谱的感觉有点像司马懿，当时我觉得他不是霸气，我觉得特别离谱。这个大招免疫减速，他为什么要免疫减速啊？他有什么能减速到他的吗？看着啊，跟我秀一波。哎西，死！哦吼！哇，这个伤害真的离谱啊！那玩些什么？巫术法杖不重要，这刚玩所以玩的不是特别好，这大招玩好了肯定很秀。嗯，还得时间点搞好，不然的话这球直接就到你身上了，这样伤害不是特别高，一定要用一技能配合二技能达到一个蓄能的一个效果。看谁敢过来。我帽子出来，我伤害就牛逼了。太逗了。好肉啊，他掉血都不带掉的，我的核弹球啊，喂，没炸到。你们看看好玩的，死。好吧，这个有点不太好玩。对，是差不多，目光好像也能打。不行，完了不还不够，我要练一练。明天应该就玩好了。核弹。
没想象中那么好操控、啊、死哇这个太凶了死哎呦赶回来他就没了哎伤害这么低啊光大招伤害不高啊他感觉大招伤害高的就只有那个二技能那一下大招和一技能伤害都不是特别高这个球伤害也蛮高的但是他打了道人哎呀没丢着出去大招连招我感觉 我连的不对你有更好的连招方式哎，我来试用我提前把它续好好我们大招过去啊太细哇这个边飞边大边飞边二有点难开始撤退我们先放个二嘿嘿总算成功了哎哎怎么往这儿戳我以为他跑了哎暗戏聊不了太多的戏我要再秒一个人哎呀我这一技能现在没卡好不然他必死了我一个大招一个二技能打走打不到距离比想象中近一点哇切后排去了哎你给你咬掉好用劲啊但是好像没什么太大的伤害开始撤退
还有点意思啊，玩法有点开发，它上手难度说简单也简单，简单在于它只要练好二一这个连招，它就能打出不俗的伤害。但是难嘛，你得学会怎么控制自己大招的落点啊，大招飞行的时间啊，然后它这个距离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所以说的话，还是有点难度的。我明天到时候再玩玩，看看能不能玩得好看一点，然后再给大家发一局。总的来说还不错啊，伤害确实有点牛逼，不过这种伤害特别高了的话，一般还是要削的，我感觉可能正式服就没有这么高的伤害了。以上就是本次这个新版梦奇的一个简短的小测评了，感觉还是非常可爱的，难度也不错。你们觉得是？当然，正式服其实那些 AP 梦奇感觉一个大招伤害也蛮高的，所以你们觉得是现在这个体验服的强度高呢，还是正式服的强度高呢？大家自己想一想吧。那本期视频到这结束了。